弟兄姐妹平安，在科技文明鼎盛的今天，我们想要到哪里，只要手机一开，手指一拨，跟随着导引，就能够很便利、很便捷地到达我们想要去的目的地。到底有哪一条路是在精准的科技也无法带领提供我们走向而到达目的地的？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跟神的爱隔绝了，人找不到回到永生神家中的这条恩典之路，借着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他为人类的罪舍身流血，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在基督里我们跟神和好了。人类无法透过科技的文明找到通往天国的道路，却是可以在耶稣基督他的受死、他的复活里，我们因他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天国神的子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让我们一起聆听回应耶稣基督的爱跟对我们的呼召，跟随我。Thank you.